大家好，我是旭哥沃卡汉，欢迎收看旭哥手游攻略。那这是少女核战最香最色的手游，旭哥来做攻略了。哇，那最近这个 T 零神角阿十推出来了，现在一堆 T 零神角，包含这个刘备啊，包含赵云啊，阿十啊，这些角色呢，要先抽什么角色呢？旭哥这一集攻略分享给大家。那这个阿十啊，会讲一下他的这个解析。然后这个旭哥也准备开抽了，大家可以敬请期待啊！这个小旭很美的这个阿史，小旭好美。好，那还有这个最炫女宝马以及详细的兑换教学。好，那这是 UR 加阿史啊，终于推出来了。那 CP 是小旭好美啊，啊不是是小圆好美，但是也是小旭好美啊。这个连小旭都看得到啦，这个太色了。然后这个白丝啊，然后这个死库水啊，这个日本的这个泳装啊。这个好像是初中吧，这个国中在穿这种泳装，太色啦，这个真的很会，且里面好像就是很透啊，几乎都快看到了，好像看到鸡突啊，光是这个图旭哥就决定把它抽爆了，太色了。还有这个白丝袜100分，然后这一只呢也是非常优秀的 T 零神角，基本上这个游戏的萝莉都很强啊，像是诸葛亮啊，像是孙权啊，啊像是阿史啊，这游戏的萝莉都非常的强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他的技能组，这个小旭好美，真的真的美啊，赞赞赞，这个旭哥一定抽。好，那这个主动技能一对这个敌人呢，造成这个四名敌人1500%的物理伤害。那这个他的阿史啊，最大特色就是他的技能组都会追加发动，他的主动技能一还有主动技能二，最多都可以再追加发动三次，都是非常强势的。那打四名敌人1500%的伤害之后呢？只要你力量较高于对方，必定会彗星一击。那敏捷大于对方的话呢，则会伤害加倍。那智力高于对方的话呢，会随机这个清除这个强化状态，非常好，这非常好用的技能啊。就是说你的能力值就越高的话越强，所以基本上你的这个三个能力值都要练高。那触发三次以上彗星一击，还会再追加发动，然后最多会发动三次，真的非常好用，太猛了 ，T 零神角啊！再来这个蝴蝶效应，这个主动技能二，对这个敌人进行攻击三次，然后呢会找这个生命值百分比最低的、攻击力最高的，还有生命值百分比最高的这三个，那有可能是同一个人啊，对，会打三次，最多可以打出3000%的这个伤害，然后只要这个生命值高于目标的话，必定会彗星一击。然后，只要自己有这个不朽的状态的话，有上不朽的话呢，彗星一级伤害还会提升。这样，那把对方打过，还会再追加发动一次这个主动技能二。好，看一下这个被动技能，第一个是生命上限加60%，体力加 LV 乘以300，就是增加它的坦度。那命轮加三的话呢，会有薛丁格的猫，这个是受到攻击的时候，只要自己生命值低于35%的话，可以免疫彗星一级。等于说低于35%的时候呢，它的这个坦度又可以大幅的提升了。再来呢，这个加5的话会有攻击力加60%，然后这个力量值加 LV 乘以400。那这只角色是力量型的，所以虽然看不出来它是个萝莉，但是力量型的还蛮诡异的。但它反正就是力量型，所以都有加对地方这样。在这个加9的话呢，施展这个主动技能啊，会进入这个不朽的状态2回合。然后脚已经不朽的话呢，这个时间还会再延长。那不朽非常好用，它受到法术伤害的时候会减伤4%乘以不朽的回合数。还有这个主动技能或这个普攻啊，伤害的时候呢，会再附加这个力量值乘以不朽的这个回合数的真实伤害。等于是说，它这个不朽的回合数越多，它的这真实伤害输出就越高啊。那非常强力，真实伤害是非常痛的。所以这个不朽非常好用，可以减伤又可以增加我们的这个输出。最后这个音势的技能呢，施展一次这个主动技能就可以获得一枚落音。那有这个4枚落音就可以进入音势。那旭哥在想，这个追加发动的技能应该也算吧，所以他应该很容易进入音势的状态。那音势的话呢，力量值提升20%，那生命值吸收提升60%，还会这个进化自身不良的状态。不过基本上大家就算这个能力值没有那么猛，应该还是会抽啦，更何况这个能力超猛的，然后图也超猛的，好像隐隐约约看他的这个小头头，然后小旭旭的这个白丝袜，有谁在海边会穿这样，会穿这个白丝袜这样，真的有够色的。
好，这个真的很会，所以这个一定抽爆。这个小穴好美哦，不是小圆好美，小穴也很美啊，赞。好，那整体来讲，总结的话，一定是先把赵云抽爆啊。这个 T 零神角赵云绝对是优先把它抽爆的，这个不用怀疑。那一样是白丝袜，迅哥发现这个游戏的白丝袜的角色也都非常强势啊。这两个都白丝袜了，果然白丝啊就是王道啊，赞。旭哥看这个白丝也是爽，这个好像白丝的旭哥好像都蛮爱抽的，那其他都是有爱在抽吧，像是马 ELUR 一样都是买一送一，一次抽两只爽。那这个马术呢，它有这个大尺度自拍，这个是在恶搞赛马娘吧，它这个是不是在恶搞赛马娘，说真的这长得很像赛马娘的角色。好，那很色。那刘备呢，当然也是必抽的这个 T 零神坦啊。只要大家钻石够的话，刘备一定要把它抽起来。这只是辅助型的角色，非常好用。最强的两只就是刘备还有孙权嘛，辅助型。之前旭哥的攻略都有讲，已经讲过蛮多次了。所以只要有这个钻石啊、元宝的话，元宝够的话，就把这个刘备也抽起来吧。那极品的话 ，UR 加还蛮好用的，也不错。张出城这个屁股就是骚啊。然后张宝，张宝这个好像可以看到小血血，这个印象中，反正这次的角色都蛮色的、啊，尤其是这个阿石最色，小血好美，所以一定抽爆。好，那最后来分享这个游戏最全的礼包码，还有详细的兑换教学。我们首先点画面右下角这个摇杆的符号，点进来呢，在这个画面下方啊，就可以输入这个礼包码了，写的这个 KOG090 按兑换。KOG0910兑换，就兑换成功。那这个有188个元宝，再加上这个宝物奶黄流星月饼，这吴镇颖的加生命值，还有这个中秋福袋以及幸运福袋。KOG521 按兑换，这可以拿到这个福袋以及这个188的元宝。先输入这个 SWIMPARTY， 然后520 Swing Party 520 SWIMPARTY 520按兑换，这可以拿到288元宝，然后这个就是福袋，还有这个转战券 ，UR 的转战券，算不错福利。VIP， 然后666 VIP 666。有这个星耀城、轮回盒，还有郁金香。再来是 VIP 888，这个有星耀城，然后邀约券，还有这个玫瑰花。再来是 VIP 999，这个有星耀城，然后转蛋券 ，SSR 转蛋券，这样这个玫瑰花。再来是这个 KOG， 然后666 KOG 666大写的，按兑换，这个有10个转蛋券，